81年就开始做这个大肠面线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古早味。以前我们这边不管梨花的还是那个做水泥的，一定会吃那个猪血，这个是可以清体内的东西啦。我做这一的时候就想啊，弄这个不一样起来做，好啊，然后我在想说哦，弄个卤味让人家来配，也就刚好。我们这边的芋头、三鲜跟那个海螺酥，我做的这些东西现在是看起来是不怎样，但客人吃了都是知道以前我们古早的，我们阿嬷之前在做的是这些，那我就跟他学起来，现在就为了做生意就把这些拿出来了，大家都不嫌弃。大金门都你来我们大金门做，我说我这是我们小金门的东西，我要把它留在我们小金门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做这些。真的，我是新大同，欢迎大家来乐屿玩。